来到刘总的公司啊。刘总，生意兴隆。哎，来就来，还带东西、啊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谢谢。来刘总的办公室很多次了。你好，老板娘。这是刘总的夫人，他们这办公室。董事长办公室。哎，你们好。坐一下。非常漂亮。再唱一遍。新年快乐，越来越帅了啊！还是龙哥帅。哎，龙哥好，龙哥好。强总你好，龙哥好。哎，爽爽。第一次来。你是第一次来？又常来。董事长办公室。每一次就在这里。小何，坐这来。我们小何远道而来啊，今天奔赴刘总这里。还好你跟上了，我们刚刚去宾馆。你打电话，那红绿灯我走过头了，哦，开了一百多码，我走过头了，我不知道是这个红绿灯进来，然后直接插过去，哎，我刚才这第一辆车就是矮个的，然后红绿灯，然后我就从前面调过来。今天是刘总。刘总，这是我的韩式，今天是刘总请客，所以咱们海派齐聚一堂啊。师傅带着我们来刘总这里啊，来这里玩一下。这是我们永丰特产，我们所有的资源都到了。吃香的，喝辣的。刘总，红薯来了，红薯来了，头发不多，来吧。刘总，是的，是的。刘总，今天是刘总请客，对，所以咱们海派齐聚一堂啊。师傅带着我们来刘总这里啊，来这里玩一下。这是我们永丰特产，我们所有的资源都到了。好多了，头发不多，还不多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哪个刘总啊？等着啊，关注我哈。你是谁呀？家具人小胖，点个关注。给我的刘新闻点点关注，不迷路，谢谢你们。是我的，我的直播间哈，这是蔡总的直播间啊，是我的直播间，给咱矿总点一波关注哈，啊，谢谢大家，我直播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喊关注，别的都不会，现在不卡了啊，送了两，刚才卡了一下，两个膏药出去了，嗯，啊，快递费不用出。你说啊，那就罗罗出，我来出，罗罗当主持，哎，因为大家都喜欢罗罗，嗯啊，罗罗的声音好听，还是长得帅一点，人长得帅，不是罗罗确实是善良淳朴，扮猪吃老虎，能不能师傅能不能把后面那句去掉啊？不能去，这才是亮点，这就善良淳朴，扮猪吃老虎，这就是罗罗，这是夸还是贬我啊？这是夸我还是贬我啊？家人们，是吧？这里是五楼，刘总的办公室食堂。看一下今天晚上吃什么好菜。哇，这是员工餐。老板娘亲自下厨啊。这么丰盛，这么大个桌，这个酒我没见过，一人一个菜，他一直还在上菜啊。今天晚上的菜可以啊，梦酒贵一点吧，梦六，有梦六可以的啊，嗯。每个主播点关注了啊，点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在这个位置点点关注，这个位置。非常丰盛啊！大家看，哇！八年了，拉黑都干了。
这是这软大王来的客人，那就坐下。方总，方总，方总，那个大龙，软大龙，大龙，来，阿龙，阿龙，方总，来，你们软大王，我们是地主，真的吗？你们是地主，是不是？快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收看，我们也该上桌吃饭了啊，拜拜。Thank you.